获得纪录片单元最佳摄影奖的是塞缪尔·图坦、菲利普·波顿。你好。So I'm not Samuel, I'm Florence Arts. I'm one of the producers of the Snow Globe Art Film. I wish I could be...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今天的这个奖项。Because I think they really deserve this prize.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组委会和我们的评委能够给予我们这个奖项。Very challenging for them. So I will bring...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。Very pleased.也非常高兴能够获得这个奖项。感谢各位评委，也感谢大家。就像刚刚大家所说的一样，我想要感谢我们主要的合作伙伴，非常感谢大家让我们有这个可能获得这样一个奖项。再一次感谢，谢谢。